近日，郭富城演唱会广东湛江站在奥体中心举行。演唱会进行前，湛江公安发现一名网上逃犯，随后网友们在湛江公安抖音号上留言，演唱会成了警察叔叔蹲点好时机。还有不少网友称，该逃犯绝对是忠实粉丝，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演唱会。据悉，郭富城是继张学友之后抓逃犯又一天王，同时还弥补了歌神张学友在湛江没抓到逃犯的遗憾。网络新闻，天王的魅力果然是无人能敌呢。报道。